我觉得这次非常非常开心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的秀场。然后呢，我看了之后，我会觉得这一期的新系列非常的有活力，带有生命力，就像 Versace 之前的作品一样，就是简单的剪裁又特别的大气。然后包括我穿了这个新的 SS24 这个格子的印文的这个，我觉得跟今天的整个主题都很搭。因为我觉得之前一直是意式奢侈代表，所以呢今天呢我会觉得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感觉一直在创新啊，很特别。今天呢我有搭一个这个 Medusa 195的这个包，这个是一个新的，还没有发售的。有的，这是我第一天出发的时候穿的是23的秋冬的那个橘色的那个连衣裙，我觉得那个蛮意式风情的。我觉得这是墨镜，就是我这墨镜是随身带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滑铁卢，墨镜被收掉了。对，就是墨镜，我觉得就是凹造型必备的。然后还有就是包包，就前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女神的那个手提包，我也觉得非常好穿搭。嗯，因为它是亚纹的，非常好看。我很喜欢椭圆机，因为对我的膝盖很友好。